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沐浴露可以洗头吗？沐浴露的主要成分是表面活性剂、稳定剂、香精、护肤剂等等。沐浴露可以用来洗头，同样有清洁的作用。沐浴露中的成分的碱性大小和洗发水是不同的，长期用沐浴露洗头可能会对发质造成损害，不建议长期当洗发水用。沐浴露是为了皮肤而制作的，洗发水是为了头发的发质而制作的。虽然都是清洁类的产品，但没有针对性效果。沐浴露洗头发，洗的是没有洗发水洗得干净的。